今天我们要来听，在2007年5月26号，莲生活佛谈到了当年是如何移居西雅图，人生的起起伏伏，正符合佛法中的生灭法。我们就赶快来听莲生活佛宝贵的开示。其实，今天呢、啊，这个师尊能够到西雅图来，是莲火上师他给我带来的，他带来的。因为莲火上师本身的工厂在西雅图，他有一个工厂在西雅图，那么他先来西雅图，他常常来回这个台湾跟美国之间呢、啊。其实他刚才讲说他移到美国来是错误的，其实他早就错误了是他先错误的，所以我们才跟着错误然后我们都是莲火上师他这个工厂在西雅图嘛，否则我哪里认识西雅图？我根本不知道西雅图在哪里。那我跟莲火上师讲说，哎，我想到国外去发展，那么他就讲说，那就到美国西雅图了，这样就被带过来了。所以今天的真活宗它的根源呢、啊，西雅图雷藏寺的根源、啊、还是来自于莲火上师的。啊，这个是不可磨灭的一个磨灭的一个功德，这个功德的根源还是由他那里来的。他的命运啊，他讲他去算命啊，这个讲命运，其实命运我们知道是生灭，最后命运都是生灭的。我们不想当什么大官啊，他刚才讲说他能够当官啊，当议员啊，当官啊，这个结果他也没有当官啊，导致我是当了官我是读军校出来就是测量官，又当了工程官，都有一个官的名字，一个官的名字，我是官拜少校啊，我是少校退下来的。我觉得这个人生的情形啊，这个命运啊，本身是一个生灭，生灭法，生灭，它有出生，有停止，有灭亡。我们人都有出生，都有灭亡，每一个人都不例外，每一个人都有出生，有灭亡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心声，有出生，有灭亡。那我们修行是做什么？我们修行是在找一个不生不灭的那一条道路。所以我从来不羡慕这是当官的。我看过，我自己本人也看过很多的高官啊，看过很多的高官啊，上至这个总统，那么下至这个所有的议员，当然我也见了很多。
但是我从来不羡慕他们，因为总统啊，他的任期啊，这个只有四年。啊，台湾的总统跟美国的总统是一样，都是任期只有四年。那么可以再连任一次，就是可以做八年，做八年。那么总统是轮替的，不能做永远。也就是说，你当了总统以后呢，以后呢，再以后你就不会当总统。在经过八年以后，你就不能当总统，所以是有生有灭的，这是最大的关啊。那总统也是人家选的，人家很大部分来讲也有赞扬的，但是也有说很反对你的，所以我们有流传这样子的一个几个笑话，我讲那个总统的笑话，我不只是哪一个国家的总统。所以有一个国家的总统坐飞机啊，他就跟幕僚讲，他跟他的幕僚讲，如果我把这个1000块啊，这个丢下去，一张1000块丢下去，那么就有一个人呢、啊，捡到这1000块，非常的欢喜，非常的高兴。那幕僚就给他建议了，那你不如用1000块的10张丢下去，那么就有10个人捡到，就有10个人高兴，不是更好吗？那个空军一号那个专机啊，这个。的驾驶员就回头跟总统讲，他说：“如果你跳下去啊，全国的人民都很高兴。说你总统啊，跳下去啊，全国的人民都很高兴。”还有一件事就是这样子的，另外一个笑话，也是总统。啊，总统在河边走啊，就掉到那个河里面去了。哇，有3个学生就拼命去救，把这个总统给他救起来。那总统很高兴啊，就说你们3个学生啊，我送你们每一个人一样礼物。那第一个人就讲啊，我希望有一部新的好的脚踏车。他说这个没问题，我可以送给你。啊，第二个讲，我要有一个这个棒球的这个手套，哦，可以接球这个手套。总统说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吧。那再问第三个了，第三个想来想啊，就说我要一个轮椅。这总统很奇怪了，你要这个轮椅做什么呢？你手都脚都好好的，你还刚才还救了我，你要轮椅做什么呢？这个学生就讲，我回去啊，告诉我爸爸说我救了总统，他一定会打断我的腿。我爸爸一定会打断我的腿，说我救了总统，他一定把我的腿打断，所以我先准备一个轮椅我坐。你说总统变成这样子的话，当什么总统？有生有灭，天天给人家这样子挨骂，总统不好。有生有灭，我们不向往，修行人不向往。对于有钱人，很多人很向往啊，大家都喜欢当有钱人。我举我祖父为例，我祖父就是很有钱的人，
满条街的房子全部都是他的，像那个中国大陆拍出来一个电影叫做什么《乔家大宴》啊，是姓乔哈，对，《乔家大宴》，他是有钱人。那山西有很多有钱人，都有很有钱。我祖父也是有钱人，他不是大宴呢、啊，这满条街都是他的房子啊。我祖父名门正娶的有三个，没有名门正娶的听说也有几个，那么在外面的名门正娶的跟旁支的跟在外面的加起来，据我妈妈说，不知道有几个，满条街都是他的房子啊！一条街你看多长，全部都是他的，等于西雅图的当趟的房子全部都是他的，在嘉义。我最近才看到我父亲写的一个申诉的一个书啊，要向政府请领，因为二次大战的时候啊，那整个嘉义城火灾，因为美军轰炸水上机场跟嘉义，整个嘉义城大火，我父亲向政府申诉，其实他委托我向美国政府申诉，毕竟是我是我祖父我父亲的儿子，我父亲83，现在身体也不好，我向美国政府申诉，他会赔给我吗？会国赔吗？全部炸光，房子全部没有。我祖父死的时候啊，所有的钱财给妻子跟妻妾，每个人留一部分，整个全部散光。从我爸爸那一代，从富豪就变成穷人。我告诉你啊，富豪变成穷人很快，很快的，比当总统还要快。真的，很多有钱人现在也变穷。很多穷人现在也变富，是变来变去的，是生灭法，是生灭法。